啊，真霞姐啊，真是霞姐。霞姐说让你发几个，啊，真是霞姐，要给霞姐发几个啊。对啊，霞姐来了，让挺哥发几个。这霞姐接过吗？在四川打过比赛的吗？代表。哦，霞姐在超级啊，代表四川打超级，打过。那接的咋样啊？哎，就还在女孩里算不错的呗，算好的是吧？嗯，来发几个，霞姐，你发一个，霞姐判断一个，大家不要抠，让霞姐抠啊，你发一个。霞姐，这个转的不转的，转的扣一，不转的扣二。霞姐你扣一个，转的扣一，不转的扣二。让霞姐扣一个二，这错了，这个是转的，霞姐第一个是转的吧？转的啊，霞姐你第一个错了，啊错了。你再发一个，这个再让霞姐扣一遍啊！你看霞姐都判断错了啊，霞姐都判断错了，再发一个。霞姐，这是一还是二？这是赚的还是不赚的？你看叶明辉猜错了，霞姐猜对了，这是不赚的吧？上学，这是上学吧？啊，叶明辉猜错了啊，给霞姐点个赞，霞姐对了啊，再来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叶明辉扣的一，霞姐扣一，看出来了。你这球你被他俩都看出来了，叶明辉也看出来了。你再发一个，这我都没看出来，这不算。再猜吗？这是一，这是二。二。谁说的二？二。霞姐说的二啊。错了。霞姐，这应该是赚的。赚的。这应该是赚的，霞姐。赚的。赚的。霞姐，你先一半一半，啊，你先一半一半。这个是赚的，我在这儿我看出来了。所以说我在这儿能看得相对清楚点。再发一个，在镜头前真没法看。嗯，你再发一个。说实话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等会先让他们猜。我是没看出来这球。叶明辉猜的是二，霞姐猜的是什么？霞姐说刚才那是翟教练看的。啊，刚才是翟哥看的。叶明辉猜的是二，啊，刚才是这个翟哥看的。这是什么？翟哥再看一眼，这是什么转？能看出来吗？翟哥，发就刚才那个球，再发一个吧。叶明辉猜，我不知道那球是上旋下旋。下旋。叶明辉猜的是上旋，他又猜错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就猜错了，再发一个。这是上旋下旋。叶明辉猜的一，霞姐猜的二，这上学下学。霞姐，你这把你猜错了，你俩基本上是一半一半，一个人猜对，一个人猜错，发的确实好，这发的确实好，尤其是在这个镜头这边，就是你在镜头里看更没法看，你知道我们在现场看，其实有的时候我还不好，也不好看出来，确实，翟哥猜的啊，确实，啊，这也是翟哥猜的，这都是翟哥猜的。哎，你跟翟哥打过吗？好像也打，哎，我一个没看出来，打过吧，好像。你跟翟哥打过啊？好像打过。翟哥接的咋样？我都忘了，好像你问一下他打过没？我都忘了。啊，翟哥，你跟他打过没？翟哥，啊，没打过。翟哥跟你没打过啊？翟哥没打过，那打过的话应该有点印象，或者翟哥吃发球吃的太狠，不好意思说。嗯，我这个霞姐就有时间，你再来趟直播间了。邀请啊，邀请你，你这个你邀请，对，你这太忙了。直播间咱球友们能不能？对，你们直播间群友，你见霞姐的。这个直播间群友，你们可不可以去艾特？平时多发视频艾特霞姐啊，让霞姐来，因为我发过邀请，霞姐可能太忙了啊。你们多去艾特，你们邀请霞姐，啊，你们多邀请霞姐。我们也邀请这个叶明辉。我希望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，包括这些你像霞姐这种，啊这种级别的运动员，都能来互动，来跟大家球友互动。我们在沈阳，都能来这儿互动，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件事，对乒乓球推广其实都是很好的。这个霞姐说让你教教她发球的付出，霞姐要能有你这个发球的就厉害了，那太厉害了。叶明辉给你打过好像，那咋样？我忘了谁赢了。你忘了？我有这发球打到五十。
这真的，他有跟你那个发球打球就不用打那么多相持了，就发一个拉一个就赢了。你这发球谁都羡慕，确实发得好。我霞姐，你来，你随便教啥技术，你都顶尖了，你就随便跟大家教啥都行。站着都行啊。对啊，你站着都行，你站着都行。大家都想看呢，太厉害。咱俩打一局啊，我也不好跟你打。这个我也不敢赢你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我也这个不敢赢你。哎，等会儿，因为我说当时我们是21分的，他跟叶明辉给你打过是21分的。嗯。谁赢了？你问一下他的。你跟孙婷打一局啊！现在你这个判断就不好打，但是你接过去基本上就能赢。啊，你接过去基本上就能赢。你到最后得看谁发球。啊，就比如你发球基本上是拿下了。啊，全国少年赛谁赢了？嗯，你问一下他，我都忘了。他忘了。那会儿发球练成了吗？练成了，肯定练成了。我进省队就练了。我天。他险胜，啊，这个他说谁都接不好，那个说你谁都接不好你发球，然后他那次是跟你险胜。啊。确实，你看他们还学，我跟你学都不学，因为我压根知道我根本就学不会。我一看那个发的，我根本就不学，太难了。你们看一看，像霞姐这种级别的运动员，也都是在发球上都会跟孙挺学，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像王楠楠姐，包括很多这种大满贯、奥运冠军，是包括这个世界冠军，都是跟孙挺在学这个发球，发的确实好，发的确实好。太厉害。